过去，人们提起深圳的华强北，就会把它称为中国的秋叶原，暗指那里是复制中心。但近年来，这里已经成为新技术创新之地。3C 里面出了新产品的话，会很快的面向全国去销售，包括全球，覆盖方面的话是很广的。这新品更替的话是很快的，每个星期的话大概是在这个7到13款这个样子，啊，都会有新品出来，去引领这个数码的主流。华强北经过前几年的改造，焕然一新，现在已经打造成为声名远播的创客天堂。无人机、机器人、VR、AR、智能硬件等高科技含量产品正在成为华强北的新名片。越来越多拥有核心技术的硬件创业公司在华强北落地。你如果是来华强北采购，其实说实话，就是说你从电容、电阻、二三极管，你都能找得到。基本就是说，在别的地方，你用两三个月的时间，你都不一定能把它采集到。但你在华强北，就在我们这个华强北电子一条街，你甚至就是快的话2个小时，啊，你就能把它全部搞定。这就是华强电子街的魅力之所在。